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秦少。今天这一期呢是一个比较匆忙的，化妆教学视频，我也不好说，因为下午呢我要跟朋友去拍照，对，就心血来潮的去拍照，打算画一个比较 ins 风网红一点的那种妆容，然后拍出来的照片应该会比较美美的，所以呢就把这个化妆过程给你们录下来。然后呢，我可能搬家之前没有好好的考察过，就是我们家外面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类似于小型的加工厂，就无时无刻的会有一些推土机啊、压路机啊，各种切割的声音，就时时刻刻都在外面发生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，由于时间比较紧，然后外加外面在施工，所以呢，还是一期我不怎么说话的视频。OK，那么就开始吧。我现在只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用来化妆。事先声明一下，今天这个妆呢，很大一部分是参考了鞠婧祎很早之前那个出圈的爱奇艺尖叫之夜的，红毯妆容，所以呢，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。OK，那我们就开始化妆吧。Kale
大家好，我是伊莎，没有换人哦，还是我。剪指甲、夹头发、夹睫毛。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睫毛贴得非常的自然，我是按照刘云普给我的那个方法，就是那种一簇一簇的假睫毛，然后贴在那个内眼线那个位置，然后就不会遮挡我的双眼皮皱褶。那现在我整个妆容都完毕了，所以呢我们准备出发去拍照吧。因为我们只定了2个小时的摄影棚，希望有时间呢再架个机位，然后拍一点花絮什么的，让你们看看现场照和到时候精修出来的照片差别到底有多大。这个地方不使劲，对，哦，对，我又做了，腰使劲，好，对，嘴微微张开，对，好，好，挺好啊。对，眼睛看，眼睛看上，对对对，眼睛往这边看，对，好，嘴微微张开，对，好，好，可以啊。我保持再来一张啊。不要看我脸，你稍微回去一点点，对，好，好。对，手那个手可以稍微放在自己嘴唇那个地方，放反了，放反了。好嘞，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是这样的，刚刚那个眼神很好啊。对，好，低一点点头啊，对，好好，就这样，刚刚那个眼神，对，好。